好，好事。一年也没吃过药，就减肥减的，减下去了有10多公斤吧。原来那时候胖，这等于现在晚上老去上那个德胜门放那个带风的带那个灯的，我有一3平方的大风罩，后来我又买一2平方的，今年又花了2000多，现在有3个轮，就喜好爱好这个。这也是一样体育运动，滑冰、游泳，后来那都不行了，受限制。然后这个呢，哪儿有场地呢，这也方便。行了，不说了。没事。本来前几年的时候我有病，那个得过心血管，也是老晕，骑车都骑不了，后来看过一回病，就好了吧。半年以后我就老上公园什么的，就看这些老人老放风筝，是不是这放风筝锻炼身体？主要就是预防疾病啊，别的方面反正我就喜欢那个。放大风筝，放远儿，锻炼身体，别的没什么。好，我挺喜欢这个的，我挺关心这个空气质量的。我对这环保还挺重视的。你是觉得这个项目对普通人对环保的想法有什么？普通人有的人都不懂，就尤其是这个汽车尾气最严重，这国家的事儿咱们管不了。老这么发展这么多汽车，你看我又环保型的，我连电动车都不骑，我就骑自行车。今天是不是下雨吗？我坐公交吧，然后带这个，行了，谢谢。再见。